有一个爱粘人的男友是什么体验？事情是这样的，从小被哥哥溺爱的我，现在已经长大，谈了恋爱，绝，今天就准备和网恋男友见面了。对，哥哥要是知道我去奔现，肯定不会让我出去的。哥，我去阿姨家拿个东西。哥哥陪你一起去吧。不用了，哥，我一会就回来了。这样，那你早点回来啊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好。可算到了，不过咋没见他人？问一下，谁啊？是我，小天。你是小白？那你好端端拉我干嘛？我主要是长得太好看了，我怕有人搭上你。好吗？虽然这点我也知道，那我们。好吧，我得回家了。我跟哥哥说只玩一会了，现在都玩到下午了。啊，那我怎么办？你当然是回你家啊，难不成还去我家？可以啊。哦，不行。可是我家里都没人，我爸妈都出差了，我现在只有你了。可是我哥哥要是看到我们在一起就完蛋了。我哥哥拿脾气大得很。那我悄悄的，你偷偷带我进去好不好啊？求求你妈了。那你一定要听我指挥，知道吗？一步的一步的一步的你哥，我那么明确啊。快进来，我刚刚在家。你轻一点，正对门那是我房间，你快进去。我哥居然不在家。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能让哥哥知道他是我男朋友。不认识。你好。别乱动，妹，快点，赶紧报警。其实是我带上来的。什么？他不会是你？不是，他是二姨家的邻居的儿子。是吗？我见过他儿子啊，他不长这样哦。另一个人。哦，那你刚才怎么说不认识他了？开个玩笑嘛。行吧。不对呀、啊，大晚上的他来干嘛？你小子不会是对我们有什么企图吧？我这是来找小田的，然后我是的，这边城管。那就赶紧走，回去问他小田。离他远点，感觉这小子不简单啊。嗯，当然不简单。Monkey 笑嘻嘻，猴子，好家伙！我也想陪着你们俩去，一直跟着哥哥睡觉。你很自然的说上去。注意距离啊！猴子，你干嘛？太远了，别再过来了。小陈，对不起，我不故意的。看你。没事，别往里去，躲好了。怎么了吗？怎么这么大动静啊？刚千万还一直叫个不停。猴子，没事，我为什么掉下床了？千万叫，可能是看到老鼠了。猴子吗？哎，后面那个什么东西啊？哥，这大半夜的，你别吓我，你让我害怕的。哦，可能是哥看错了。那你好，早点睡吧哈。嗯，好。Here we go, la da da, la da da, everybody dance. 咋？嗯，快起来洗漱吧。我现在可以出去吗？嗯，我哥应该去上班了，放心吧。好，那我去给你的早餐。好啊。你怎么还不去啊？没有奖金吗？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刚干嘛呢？他是来还东西的。对，你们不会是在谈恋爱吧？没有没有没有。要说让我发现你们在谈恋爱，我就打断他的腿。Oh my god！ 哎呀，我们没有谈恋爱了。
行，我过几天要去出差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，别让某些人啊趁虚而入啊。给我出来！啊！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上来。嗯，你这是什么衣服啊？既然你哥哥都出去了，我就过来住几天了，陪你。这不好吧？你也看到了，你哥哥今天叫我出去还威胁了我。你看到我了？嗯，我可是闹着被你哥打断才的分线，你忍心拒绝我吗？嗯，那好吧。你真好。去吃饭吧。好啊。要。Really feel waking moment。 喂，小田，我等一下去你家睡。啊，不行。What？ 你干嘛？他来了，我睡哪？你可以睡我哥房间啊。但我不想让别人打扰我们。啊。